我背后没有人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他说让你别委屈自己，真是的，表哥怎么对你那么好，你办事不力，还要他给你擦屁股。徐子言，你为了躲我至于扮成丫鬟吗？你就这么讨厌我是吧？我没有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，但你连个肯定的答复都不肯给我？ 要是我们在一起的话，你就会死。反正这辈子都得跟我在一起，听明白了没？夏雨斌，我喜欢。嗯。你难道就不想问问是不是男主角吗？那很稳定。我知道这个秋天对你来说很重要，就做了个心理准备。从今往后，我都会陪着你。